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啦，都算系齐噶。前面快噶嘛，见到外边位置咧有呢只好有声威啦，中间创出商机啦，海之徒咧就开始慢慢杀埋去啦。内栏位置咧仲有呢只利是来第五位权进精英啊。再后面嘅马啦，仲有跑马仔绿色衫内栏噶，出边君子协定啊。哎呀，咁啊俾人夹夹咧，扬名气气响尾五啊。再后多少嘅马匹先有叻先生啦？咁啊同埋呢只咧就心甜意合啊。尾二咧就胜利大将啊，咁啊包咗落尾嘅马就港深豪情嚟噶。转紧弯中间咯，咁啊见到呢只海之徒四倍嘅热门马咧，摆咗喺前面接连咗一个新米首先入嚟啊。利是来第二创出商机，第三揈追好有声威，大外档君子协定啊，响入边叫追上啲啦，有呢只跑马仔噶，兜兜嚟最后二巴啦，海之徒占先，但系创出商机都好大步口啊，都逐步上紧嚟。咁啊再见到马群中间追紧，仲有呢只胜利大将外边君子协定接近终点，都系海之徒到啊。第二名咧就系创出商机啊，第三名嘅君子协定，第四名嘅冲得最劲嘅，中间嗰只咧就胜利大将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就系呢只海之徒摆咗喺前面走，临尾望一望啊，好多人紧张啊，四倍啊，海之徒创出商机，第二君子协定，第三胜利大将，第四真系第二只要封得封啊，海之徒五档杀到埋嚟，一放到底顶住嗰只创出商机，第二。创出商机啦，第三君子协定，第四就是胜利大将。哇，临尾咧海之徒的毒人得翻四倍，两只都落得好紧要啊！结果串条 Q 翻嚟，咁但系第二位置 Q 就唔系呢两只噶，因为临尾都好乱晒龙，本来一路系三搭五搭热噶嘛。系咯，但系第二 Q 第二 Q 都转咗系五搭十二，五搭十二，但系十一搭十二都飞噶，一度系十一十二第二 Q， 九啊四蚊就条 Q 得翻。系啊，开始嘅六十五分至四十分，所以呢只至尊飞升咧就可以。跑到四班亦都唔使咩顶榜，海之徒出闸顺利咁啊，一放到底啊！早段利是来都顶下佢噶，不过后屘都系佢快啲啊，海之徒。其实佢都放得好快噶，头两段都唔慢嘅步速放翻嚟噶，结果都到嘅。咁啊，根本都好有能力嘅，上手马房都赢过噶啦，系嘛？都话呢个路程。咁上次都系输咗个外档嘅啫，呢两次都系啊，前一次又系排十一档，上一次又系十档。飞到马到啦，今晚又，呢个马房最近呢两只都真系坚啊，要封得封。啊，都系啲轻榜喎，十五海之徒，睇下点样跑啊，五档抢佢出嚟啊，点啊？早段都好多马隔篱嗰只阿雷莫雷拉嗰只积极嘅，系咁俾而家喺佢隔篱。中规都杀咗埋嚟二碟啦，冇之前嗰几场三碟咁惨啦，咁都变到身啦。好有声威就唔快唔慢，沿路三碟。不过杨明希希一俾马冚住咧，就好乱龙啦都。试习自己大雨咧就捞顺嘅。系啊，一真跑咧，啲速度唔同咧就开始现形，头都侧晒。不过林翔亦都系见佢有啲急啦吓，咁可能始终都系第一次跑谷草啦。其实君子协定嗰啲位都颇蚀咯，系咯。另外那隻跑馬仔，究竟這個開房眼罩是幫到你累到呢？你們覺得？我想都是不會幫到啦，他都還在試駕，還有今天都真的有二檔首二碟，這些馬還側即是他有點生生地，所以馬房就想用些配備幫下他，但是今天就不是地得。看看正式派彩，派第一名十二號海之徒，到完派40元，位置派14.5，派第二名十一號創出商機，位置派19.5，派第三名四號君子協定。